因为我又要教书，然后还有其他频道要做，我要做的频道类型很多，所以现在钓鱼来讲，对我是一种奢侈的一种活动。在丝木鱼肚旁边。我不玩，我不是无啊，我花全部是几届无买，不是无啊，我无买啊，我越来越来越来，好讲来，好讲，我哩下下蛋，好讲。我一届唔得偌济啊，唔得几杯。这是鱼啊，个鲤鱼来，啊只个鲤鱼来，不是包来，是包来，是包来。包下来休息，今天一样是喷地油。海王，等下再问他为什么没来。你要谈哦，恁下底我无会做经理的话，啊来了钱
酒品，我的香水跟平民的香水一闻就知道了，一有的闻起来的味道比较甜，然后淡浓香，香奈儿的比较野，太淡香。然后还有其他牌子，该怎么说？他们会有一种特味道在里面，都还是会有一种自有品牌的特殊香味道。像秋马龙这个品牌，就属于比较年轻的小女人会喷的，因为它的单价也比较便宜。最主要是那种比较小瓶装的啦，那个小美本来就心比较不会那么痛。然后 Anna 树这个牌子也都是年轻一点的女性会比较爱喷的，那比较成熟有韵味的女性就是香奈儿啊、蒂欧啊这一些的啊、Gucci 啊这一些的。哦，还有爱马仕跟蒂芬妮也不错。流沙香水是小女生在用的，是那种高中小女生在用的。明星花露水是厕所的味道。那种三四百块的香水不是成熟女性会用的，那一种香味不持久，而且便宜味道的香气太重。
一直落去嚟，一系就拜，喂就拜，喂就拜，十喂就拜，次日就拜，包系拜，一直落去一系就拜，包咗，一直落去喂就拜拜，即系咯，要求你解放，就拜了，包好了，就拜一系就拜头嘅，拜，落去一系就拜，喂就拜，喂就拜，拜喂就拜，一系就拜，拜一系就拜。你上不上？我上。老一人包，老一人包，老一人包，老一人包。我绝对不会打包，绝对不会打包，你不要讲。一人包，一人。你不是来玩的吧？我不会啊，我他们家很比较老，他们家很比较比较好玩的来，一人包来，接下来，人包了，一人包来，一人包来，一人包来，不能包来，不能包过了。不能包货，根本影响你到经济啦。小胖要上市。包又来，包来。我买了。他买了啦，他有买了。投资是讲影响经济，也少。他钱也有拿。有啦，他买了。喷香水就只有两个位置比较持久，一是脖子的两侧，二是手腕，因为静脉在震动的时候会把香水会弹出去。脖子静脉的地方，还有两只手静脉的地方。不准备杀我呀！你不准备啊！你过来啊！哦，是的。你过来了！你不准备啊！没啦，早就没干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上班。快回家，你过来了。到了。有一种体香型的如意啊，我觉得也还不错啊。你包了，我讲你去了，你还不包，你包了，再来。
因为秋萍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有闻到香水味道啊，然后我一闻就我就知道是什么品牌。那时候在鹅阿寮的时候，没有，我教的是鸳鸯毛毛系。为什么水花生？我的大学，我高中生都会问我怎么追女生。我说我们追女生的方式跟你们追女生的方式不一样。各位的年代都一样，没有交友软体，没有交友 APP， 都是在路上追女生吧。不一样，你改变更小来，对啦，还是不一样啊。真相跟那个不一样。那好，你进步。过来，三马过来，三马。更小，这摆我用，这摆了，你老是穿西服嘛，赶快，无我过来人店里吃，这只，咱袂准家吃着。对哦，不过，你要，咱再高差味哦，你店哦，咱开哦，开店哦，要外店进来，而且关店外，这酒了，酒卖讲话，菜钱袂来滴，菜钱袂酒来滴，我袂晓开，一个，到了开。保你不能保证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提醒。对哦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自己注意啊，现在
女生喷香水很加分，男生喷男用香水也很加分。谁喜欢闻到臭臭的味道？像我车上都会放一瓶香水，小瓶的，然后5ml 的放着备用。包吧，加不加？加不加？包下来，包下来，包。你只要说一起洗的话，我马上收波去找你。你都可以领的包，包的。我的香水是用 Hugo Boss 当地哦，还有万宝龙。这个叫啥？我是万宝龙。哎呀，我是万宝龙。OK。有了，这里前面还有一包了，放弃吧。对了，贵吧很，这贵吧很贵吧。一百块我几包啊？对。贵吧这了，贵吧六成口，哎，贵吧。哎呀，我靠！来。快他能包几天？他没花哦。要不？快点过来！我来！要不要我写大概？一百多来。多少啊？我来！你我你先快点，不然我来！他让我不行来，我来真，他让我比较上来，我真先来。我比较有乖哦，只要十十我就好啦。现在大家都是，我成日不跟你一时间明白了。